前天星期天又去冲浪了，就是大概停了、好几个月，至少三个月之后，的第二次左右吧，第二三次。虽然这么久没有冲，但是其实在梦里面，在脑子里面，其实一直在，好像在感觉在练习，看到那些视频啊，一些冲浪的视频，感觉自己好像，能感觉到一点什么东西，感觉好像会冲一样。实际冲起来确实是，其实没有练也是因为经过了之前的一长段时间的练嘛，那然后那种脑子里面啊，这种肌肉里面还是有一些帮助的，所以感觉冲起来还行。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出来动一动，不管停歇多久了，停顿多久了，然后还有这种想法的话，继续去玩，还是会有进步的，不会说越来越差。Thank you.